我今天应该会想要去那个，去之前我们那个洞窟哦，还没有探索的那，应该说没有完整探索完毕的洞窟。蜘蛛丝那边要做好打 BOSS 的准备，我没有要打的意思，我只是去看而已，好不好？我看看就回来了。观光团，老头去死观光团，要不要跟的、啊？有没有要跟？你们要跟啊？老头去死观光团啊，好不好？不要啰嗦了，一起去看看，去看一下里面的 BOSS 长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在这边。不是这里啊？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哦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准备 OK 了吧？啊，怎么那么黑啊？帽子有跟没有一样，太黑了！你给我发光哦，不然我揍你哦！好，可以了。啊！来来来，我忘记这边居然会有这个陷阱啊 ！Oh my god， 被刺到了！等下我想一下，我们上次那是怎么过去的啊？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们那个地方要怎么过了。我只去过一次而已啊！要打龙岩巨人，也不是打吧，去观光看一下，是要从。从某个侧面进入吗？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洞怎么进去啊？找看看喽，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到了、欸，是不是这里啊？是不是这里啊？哇哦，是不是这里啊？我们是不是到了？有洞就钻就对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那时候就死在这里啊？没有，我好像死在更前面吧。而且这时候这边的生物好像都还没生出来，是之后生出来之后我就开始乱了、啊。粗布鞋，这个是优秀的长管步枪，水哦，好优秀啊！蓝图呢？这个万恶的这个东西挡住你的平台了，我把它挖一挖，永除后患。哎、欸，没有这个钩子，根本就玩死人啊！没用钩子，你要怎么过啊？不装模组更不用玩啊！完全就是训练你自己的跑酷。哦，那跑不过去呢？失败变成人。袋鼠帮你挡死。哦，那是跳鼠啦，那是跳鼠。没关系，看一下啊、哦。再上来看一层，好，在这里啊，靠北啊，我们来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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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我的血条起不了作用了呢？我记得那时候我死在这里嘛，不小心掉下去嘛。哎、欸，那个蝎子瞬移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蝎子怎么不见了、啊？哇哦！啊！差几雷？
有鬼啊！哎呀，插我啊！原来是会隐身的蛇。哇，我记得那时候我死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存档，怕死啊！哦，好低好低！哎、欸，怎么射到这边来了？神器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获得一个另外一个神器入手了。还好我没有立即爬进去，不然我就马上变成世界上变成那个大自然的一部分了。不是这个、哦、啊，不管是哪个，我差点真的爬下去欸，真的太黑了，黑到看不到，这是黑钥匙。你不要跟我讲说门在那里哦，看我打人哦，你最好是门在那里啦，干你老师嘞！岩浆旁边，你要我去那边敲？你知道我去死是不是？是这个是不是、欸、不对啊，这个我不是敲过了吗？好，这边一坨水晶。哎呦，怎么出现了标记？这边我是不是敲过了、啊、嗯？哇塞，还真的咧齁，水哦，来了来了来了 ，boss 了 boss 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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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，Oh my god， 打不打得赢啊？刚刚去 Google 了一下入口的两个岩浆瀑布中间啊，没有，我已经进来了，黄种恐龙最高级等哦，好像也是100吧，通常好像都是100吧，嗯，为什么不能左键了？哦，没事。因为我趴着不能左键，我要怎么蹲着？好，卡住起不来，死亡倒数要召唤竹鼠了吗？来来来，存档存档，人生就是要不断存档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怕点 JPG， 怕爆！哇，龙源巨龙巨巨人龙岩高轮，我觉得我应该打不赢吧？我记得龙岩高轮它是有一个，有应该是说高轮类的，它的防御力都是很高的、啊。哪里啊？哎、欸，盖林老师、欸，哎，啊 ！Oh my gosh， 我要死啦！啊，这么大只！哈哈哈哈！晒啦！啊！吓死了！我要站在这里，我决定了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！他卡住了，他动不了了。那是有时间限制的、啊。哦呦呀！哎、欸，居然没射到！哎呦，比较远。果然打他还是用火箭筒会比较好哦。哎、欸，要把他自己给卡住了。而且你拿火箭筒射到它，它会有一种反馈作用，会这样子动，挡一下这样子。还好它不会自己回血。哎，我觉得我60发打不完啊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说真的，我们可能要至少
一堆人来这边打的吧？应该至少要来个十几二十个人，每一个都带100发火箭筒才有办法一打得赢。依照这个血量跟我们火箭筒的伤害来比啦，要快速打过的话，要揪团组队大概至少十个人吧。要打快的话啦，每一个都带火箭筒，然后呢带那个钩爪来这边跳到这个上面来，然后都拿着火拎着火箭筒轰，有没有？才有这可能啊，不然我一个人嘞。一个人没办法打，这绝对没办法。这跟我以前一个人去打那个什么，这跟我一个人以前一个人打那个异变的那一只最后的伪王一样啊。最后那只伪王你一个人怎么打啊？好，一个人怎么打奇美啦？边缘人没有办法这样子生存啊，超累。结束了吧？然后呢？打赢了。他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打死他！哇塞，这么澎湃哦！普通。长管步枪，优秀。然后打完就这样子，他就这样死去了。6万滴血，6万滴。